我操，这G90，哎，又把它改了，哎，又改一个，5秒一发，哎呀，没用啊，这小子，他裤裆不炸，换任务，我觉得。 连续占领基地的任务还是比较划算的，你打得好，一局就能做出来。不知道那个点亮的 T90队友能不能把他嘎了？操！他让我干停了，连坐圈都坏了。我扬了两个 BVM 都好帅，我们是收啊。能扬代表队伍能收。做完了任务最好。 我被激光照了，对面可能已经起 SM3 了。这俩兵还不知道在这个路口，他们是头一个队，这是个优队啊。这脑壳伸不出来。这群憨憨。我怎么有种错觉，好像优势在我？你猜这波优势是谁换来的？ 我只有两发炮弹了，我操，得审慎选择攻击目标。还是我分不少，等会儿还能上天。对面要是上飞机，我上天日他。这人好像看到我了呀！我操，那就坏事了。不知道队友能不能给我争取点时间。 看样子不行，减量人在哪儿啊？我的眼，帮不了，帮不上忙啊！这是。你这种刷我，分散点，分散点，刷我。有这个人在我脸上，我哪儿都去不了，我操！有后备手。 哎呀，我准备勾三了，炮弹打完了，告辞。点亮啊！打你个谁？把他点亮。告辞了。我要回一趟 C 点。哦，炸死！我靠，23比0。今天的德系怎么这么猛？ 为什么你的油箱不爆炸？为什么你的油箱不爆炸？你还玩99啊？歼火器，我操！哎，连续占领基地完成了。好好好，歼火器，你最好别炸到我，炸到我他妈给你吃哑。来看看机缘，我并不想太堵我的机缘。 蹲错位置了呀！天，在这一带。他不往机场靠，没办法。我靠，对面上两架固定翼飞过来了。好家伙，那还得亏你护航了。